小猪旁边吃汉堡，使用，使用。没有的人设就体力差会晕车啊，体力差又会晕车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怕下雨，讨厌下雨，基本是这三个。不是，重点是跑步的话，因为它不会表现出很累，所以你要自己手动按。然后我昨天就是一直在按那个动作，发现那个开合跳之前体力会那个有那种喘的样子。可以说小猪是你爸爸的腿肉，太坏了啦！哎，小猪，你再吃下去。就真的是猪喽！再吃下去就会变猪哦，会被杀掉哦。哎，这只好可爱，我喜欢这只。我忘记这只叫什么猪了，就是前面白色，后面黑色的，跟布布很像的那一种。哇，还有牛斑纹的哎！重点是我进不去啊。马来猪不是吧？那马来貘吧？我记得它有自己的名字啊，之前玩那个 Farm Together 有名称，忘记了。爬车子跳进去，那请问我要怎么出来？你这个就只是害我进去，然后我出不来而已啊，换我被当猪看呢、欸。我们去另外一边看啊。是农场主人吗？按到，不好意思。不是啊，如果真的进去怎么办？我要叫谁来救我？医护啊，修车工吗？都不是啊。哇，还在下雨，我讨厌雨。因为我碰到雨我会变回兔子，所以我现在要躲雨。哎、欸，哇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漂亮哎、欸。啊，记者他们最近好像有在找一些好看的地方，我改天带他们来这边好了。好，顾客见下面，应该是安堵啦。重点上帝不在。对啊。我刚刚是兔子，这边会生兔子啊，找一下哈。我们去买望远镜吧，顺便把那个我们的补给品。我们的吃的补一补。哇，我的车75趴了。走，我们回去。没有啦，我乱讲的啦。然后真的这样子，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游泳了欸。可以去附近的便利商店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这附近的也有点远呢。看一下哪边最近哦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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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监测，拜拜。
用手机都有延迟，正常啦。我觉得我的台比其他台延迟再高一点欸。我已经调到无延迟了，没办法了，我是能调的都调了。为了动物，买个望远镜。不然我觉得，我一直以为我用不到望远镜这东西。来来来，哎，不是这里，多个鱼哈。哇塞，结果这么远哦！已经超级低的了哦。哦，感谢你安慰我，这真的有用，你安慰到我了。我先 save 一下好了，我还是怕会有人偷车，这种烂车没人会想偷。行，我们来多一个鱼，吃个大。哎、欸，最近 Seven 是不是有开始卖甜甜圈啊？我今天去寄东西的时候，我去我们家楼下 Seven，又说有那个波提寄。卖了好多甜甜圈，我想要走进去闻到好甜的味道。矿泉水好像缺五瓶，确定。哎、欸，超屌哎、欸！巧克力吗？好啊，我用巧克力安慰我。确定，巧克力很久了吗？哦，有一些有，难怪哦。是比较大间的才会有啊，因为我之前看都没有诶、欸。对不起，乡下人，汉堡随便买。重点是这个，哎、欸，忘哦，在这里，确定，我买个暗网来玩玩看好了，确定，好了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有哦，东西变多了，感觉就棒，不是棒。三明治差九个，三明治九个，汉堡两个，面包一个，强迫症。三明治九个，汉堡几个？我知道面包一个，汉堡是几个？两个吗？面包嘞？面包一个，包两个，好了，可以拿来做眼药水，什么眼药水？哦，原来有合作过。哎、欸，雨停了，好了，我们去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目标了，喵，改变姿势。小猫咪，不要动，现在是零件。喂，猫咪，那、啊、头也太高了吧，魔人啾啾哦。小猫咪，小猫咪过来，过来。小猫咪想去哪里？过来哥哥这边。哇，我这样爬爬到我的手肘应该都磨破皮了吧？喵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！啊！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可以，结果我不行。你刚刚应该看不到我的啊。
你看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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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不到我啊！猫嘞？我跟你讲，它跳起来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吓到哦。好好猛哦！再找一只来玩。猫咪嘞，猫咪嘞，哎呦，Hello，对不起，请说中文，我英文很烂。哦，这个妹子比较好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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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哪有什么事？哇，他有腹肌耶！好棒哦！哎，我也好久没有练腹肌了哦。好。好久了，懒惰了。怎么办？我一直被人家吸引走。你看他手上的甜甜圈，他手上的甜甜圈。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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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甜甜圈，甜甜圈，我可以捡起来吗？甜甜圈。啊！怎么又是你们？等一下哦，突然有人有简讯，改变姿势，不是身体表演动作。没看过甜甜圈的乡巴佬有没有？没有啦，我还是有腹肌的，只是不是很结实，有隐隐约约啦，因为瘦的人难免会有一些些。你怎么踩我甜甜圈？我在观察他哎、欸。而且他刚刚说我医药费收太便宜，我是不是真的开太便宜啦？我看一下我的单子哦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医药费的那个，头发骨折、指甲裂开。然后极轻微受伤600块，跳楼车祸跌倒导致四肢擦伤1000块，轻微感冒咳嗽发烧喉咙痛1200，饿到昏头脱水营养剂点滴1000块，哎，好像真的给太便宜了，我那些弄一弄也要应该收个20003000吼。别人都说开5000以上，好啦，那我这就开5000吧。有没有什么姿势可以跟他们玩？情绪。哎，怎么就走了啦？等我一下啦，我还没表演好。等待。对吧？这样子啊。嗯，没看过这么骚的医护吗？回来啊！哦，要跟熊闲聊这个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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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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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他是说跳了哦，哎，又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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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等他自己上钩，我们去前面布个陷阱，他等下会转弯进来，会吧？猫咪你会来对不对？多好的哦，不啾过来，不啾。我要在这边坐着等他，应该是这个位置，然后改变姿势，
什么东西？我就是兽医啊，怎样？我不能观察动物吗？你看我在小跺脚，猫咪来了，好可爱。猫咪来，隔壁有位置哦。它样子就很像不啾啊，它的花色你看，肥肥胖胖的。啾来，啊，有点远呢，可以靠近一点吗？这个要非常非常快的换呢。啊行，坐下。猫咪在旁边。一个人出来，是不是也很辛苦啊？对不对啊，小猫咪？你眼睛怎么还是张着的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城市好恐怖哦！听说晚班的两个医生、护士都很恐怖，院长又是神经病，我是不是也要变神经病了？猫 咪。啊，它就是很像补救啊！好啦，又有点不像了，只好像只是一般的虎斑猫而已。猫咪，我要去看别人了哦。好啦，看一下我怎么可以玩，改变姿势，不是。身体动作，尿尿，蹲下检查，捡东西，猫咪，要干嘛？啊，安抚是什么？哦，算了。等一下，按错了。我 在前面一点点，再一点点就好，再一点点，就可以摸到它了。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哇，我摸到猫了！剩下检查二，摸摸，摸摸摸摸。感觉还可以在前面一点点呢，我被踢到他啊，要走很前面呢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不要吃大马路，马路很危险。我这边有罐罐过来，不要。哦，好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过马路就好。哦，那位置很难呢。啊，解锁，我们去看别的动物。望远镜要怎么用哦？先练习一下好了。F，这样吗？使用。啊，怎么放大缩小啊？怎么放大缩小？I'm fine，用。不能放大缩小吗？哦，WWW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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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没望远镜的感觉哦，就只能到这里耶。
没有高倍数的了啊，望远镜就这样这么不望远镜啊。诶，我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呀？你是不是猫咪呀？来吧，来吧，舔我脚趾。他在蹭我，没有啦，我挡到他了。没有，就是不会说踩我身体，我是说舔我脚趾。什么？我说舔我脚趾啊！你们再讲下去，我要踢他了哦。我埋进去，究竟会不会埋进去呢？这边的猫都很肥啊，哦，真的跑一跑就喘了诶，好适合我。说趴猫吗？大概差不多要回医院了吧？虽然感觉不会有人在医院等我啦，包扎之类的有吗？不过外面观察够久了，我们先回去呗。啊！就在隔壁，我有路痴成这样。已经开始乱闯红灯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搞不好这个距离走到医院都要2分钟哦，它红灯真的太久了。不是啦，它红真的太久了啦，而且我那边真的没印象有路诶。换个手机，好哦。阿巴。你装我车，他奶奶的！赔钱啊！没事啊，阿又要收公，点怎什么么？又是你阿公？赔钱啊！你撞我！你肇事啊！我有行车记录器啊，哪有啊你？
放屁啊！你撞的，你是你撞的我啊！疼脸脸的，下车。我们去旁边好不好？不要阻碍交通，阿公。下车。哎、欸，赔钱呐、啊！你撞我。下车，你先赔我钱。多少啊？多少啊？啊，3000就好了。那你等一下赔我3000哦。小四零，干嘛啦？啊，这里好危险，快跑啊！哎，赔钱呐、啊！那你车坏了、哦？刚不是四零撞啊？四零撞我车。没办法、啊，他的设定就是一个老黄灯啊，你不拿钱打发他，你就完蛋啦、啊，他会撸你撸到死啊！啊，还有什么可以买啊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嘞。对啊，就不要让我遇到他，我救到他，我就说，哎、欸、哎，连顺便的修车费一起付一付啊，啊，就不要被我遇到啊。痛啥？他就是用假车祸啊，刚那么明显了，有没有？晚上好，现在是白天欸，你那边是国外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干，怎么又是他、啊？白目。咋的啦？你咋看起来很神气呀、啊？谁？没有啊。啊，你痔疮还好吗？啊，好啊，好多了。要是你要帮我看看啊？啊，不用了啦，开药就好了。你说好很多，那个开药吃药就好了。啊，你真的不想看看吗？昨天看过了，害我换口罩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看，用布包的，现在是整个罩起来的了，都你害的。你眼镜不用也折起来吗？怕感染的、啊。